您好，天雷动物医院，但是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已经下班了。啊，是我知道我是沈秘。沈总啊，你好，什么事儿啊？那个，你知道甜甜现在在哪儿吗？她把我微信给拉黑了，你能不能让她给我加回来？拉黑你？她为什么要拉黑你啊？她喝多了，她本来想把别人给删了。看错了，把我给删了。哦，喝酒啊，主要吧，他今天是去参加一个同学聚会，那些同学都是很多年都没有见的老同学。哎呀，这会儿肯定是你敬一杯，他提一杯的。主要啊，我们家甜甜吧，就是酒量特别不好，他一喝多呢，就会不省人事。呀，不省人事，哟，那就危险了啊。所以佩兰姐，你，哎，那你能不能？赶紧联系他，然后把他接回来。我呀，那个沈总，我还有一些特别重要的事情还没有处理完，这样好不好？就是麻烦您跑一趟，您把他接回来，然后我回头事情办完了，我再去接他。喂，那这样我先把地址给你，离你家特别近，那个叫什么北岸餐厅。哎，就这样啊，谢谢啊。我的意思，喂。听不见。你看我干嘛？想让我去呗？行吧，委屈一下我自己。你在家乖乖等我啊。来吧，再喝一个。来，干了啊！哎，明泽学长，你这次要回来多久啊？这次回来，我就不走了。真的？那我们以后可以经常聚聚啦，是不是？哎，你一个快要结婚的人，每天缠人家单身男性，你就不怕你未婚夫吃醋啊？哎，你会不会聊天呀？我只要一天没领证，选择权就在我手里。哦，喝酒来了。哎，老姑，你透露呗，这次回来到底干嘛？就是能让明泽学长专程从国外飞回来，绝对是有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儿。哎，是，说什么呀？哎，保证保密啊。好了，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，我这次回来是与绿川的研发部合作开发一款新型的药剂。绿川，哎，甜甜，你刚才不是说要跟绿川集团谈合作吗？明泽学长这次回来也是要跟绿川谈合作，你们两个交流交流呀。不行，我告诉你，真的不行。我劝你一句话，学长，看在你是我学长的面儿。以后离沈秘那个家伙远一点，别牵扯上任何关系。干了。哎，你慢点，甜甜，听我这句劝啊。来，快去，多了。还好吗？我还好，我没事。谢谢学长，我送你回家吧。没事，没事，我自己回去。顺便送他回家吧。没关系，我可以自己走，我又没喝多。好点没有？我好多了，没事。真没事。这刚才那个，真神秘。对，神秘。那个，他是我朋友，交给我吧。谁是你朋友啊？你微信我已经删除了，电话我也拉黑了，以后你不要再来找我了。我和你之间没什么好说的，我都已经跟……哎，你干什么？你放我下来！你干什么？谁要上你的车呀？你快点让我下去！别动，
能不能老实一点？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甜甜这个骗子，他们两个分明就是男女朋友嘛。微信没回，电话都给拉黑了。哎，是咱们甜甜把沈蜜给甩了。哇，可以啊。走了。